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一个歹消息啦！哎呦，你又搁什么歹消息？是啊，就是讲英杰啦，唔知咧变什么棒啊，即马将因厝啦，还佮有公司啊，敢着要补倒去？什么？英杰，那有可能英杰遐怪卡囡仔，那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英国的，我有听了唔对无？啊？哎呀，我那有可能听了唔对啊？还佮有还佮有佮较严重的代志呢？什么代志啊？ 就是植物啊，为着应该去甲吐血啦，即马归来无拢昏去啊！啊，即马是做一间病院啦。哦，害着害着，政府无爱去病院啊。那安尼啦？植物讲，伊甘愿死伫咧厝啊，嘛唔愿意去病院啦。别讲啊，伫咧楼梯头吐足济血，我看咯是啊，种唔甘的啊。吐血！哎呦，啊来安尼啦，安尼是变哪？哇，我嘛唔知影啦。 真是唔知我代志变甲安尼，啊两个病啊，够想咧，真苦强啦。治疗以后，大嫂啊，唔管安怎讲哦，我赶紧大夜去病院啊。就是啊，大嫂，这大病啊，是无要看医生哦。我惊伊的身体，我知啦，啊讲唔讲伊都唔听，哪有法度？啊，三日两个拄好敢咪去楼顶看，伊敢肯去病院？ 阿爸伊这边为了英杰这样伤心，看伊痛苦的眼神，真正替伊担心。妈，啊，感情这拢无办法啦。讲唔听，那有啥物办法啦？阿华，阿华，啊，即个治疗安那？多眠床啊，唔讲话，唔起来啦，唔食啦，唔去病院，看医生啦，我都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 啊，这行这边来变哪天啦？啊，即摆因老母无伫吼，无我来甲讲几句，啊，若无我较好教死一下。来啦，好，哎，无啊，啊，迄个啊，害因老爸吐血，死哪，应该走倒去啊。应该即摆了啊，忏悔啦，啊，恁门口哩啊，你陪因阿爸，志龙都唔好入去啊。这边哪会用你啦？因爸仔之间的代志嘛，应该讲话清楚才对啊。 爸，你开门好不好？爸爸，爸，你开门啦！爸，我拜托你开门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你别怕我，你别骂我拢无要紧，拜托你，你莫生气好不好？ 你开门啦，爸爸！爸，大兄，你莫安尼啦，英杰已经知影伊唔对啊，伊已经规家伫门口口甲你回信的啊呢。大兄，就算你莫让英杰入去，我拜托你，你嘛让我这个做小妹入去，我是你的小妹呢，你莫安尼啦。志玲啊，你叫伊走哈啊！ 伊唔免你要甲我看，伊是够胆啊哈，想要做啥就做啥啦。是我王志荣含埋家己啦，我吼，我对不起我王家的祖先啦，啊，我对不起爸，我对不起妈。你妈安尼讲啦，我已经讲起啦。你若要骂我，你要拍我，你当面骂我，拍我，我拢无要紧啊。拜托你。 你莫阁生气啊！你即马身体还袂好完，你若阁生气，对身体无好啦。免你关心啦，啊！我身体好也是歹，也甲你无关啦，啊！我生也死哦，是我家己的代志啦，你甲我走，你甲我走！爸，大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大家拢足关心你的，阿哥啊，大阿姆，弟伯林。 你那就关心你的身体啊！而且，应该嘛，规个头壳甲你回信的啊，你紧开门啦，好不？大兄，大兄，我拜托你，我甲你求啦，你莫安尼，好不？你听我讲啦。明天，我到时安那啦，啊？阿妈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替我求爸爸，叫伊开门，好不？志龙啊，志龙。
开门啊！我是阿母呢。志荣，嘿，我是师大呢，啊叫你开门，你也不要开门哦。志荣，爸，啊严家都知影唔对啊，跪伫遮，啊你不来开门。大爷，大阿伯，你开门啦、啊。爸，你开门好不好？你闲哪啦？爸，啊！你给我动的，你给我追。志荣，大爷，好好讲啦，唔通安尼啦吼。爸，是我唔对啦，你无唔对啦，是我唔对啦，啊！我老了啦，管你无法的，我今嘛无想要见你，你跟我走。爸，你若唔原谅我，我紧啊，阿哥啊，拜托你莫生气啊，你身体也未好完，安尼生气咯，身体也未堪的啦。因嫁了，伊是你的后生，你要甲爸要甲妈，我拢无反对啦。不过你嘛唔通安尼吼。大阿伯，莫生气啊啦，生气去歹身体哦。你着原谅因嫁啦，好不好？志荣啊，你若做唔对，爸妈拢袂要紧，啊就爸爸妈妈就耍啊，啊现在就着安尼啦，哈？恁阿妈拢替你咧讲情啊，你就先起来啦。以后的代志哦，我再跟你算。起来，起来。大伯。哎，志祥，你来多好，你看这唔正经啊！甲公司开空偌济啊！你查好清楚，我做一摆解决啦。就算了，你去赶紧准备倒沙缸嘛。刚来公司。你去，好。大伯，我一件代志想要跟你讲啦。什么代志？啊，阮爸听到因家的代志的时阵哦，嘛惊一跳啦。哎呀，不过我甲志贤一时嘛无多欠遐尼侪钱，甲你斗相共。啊，阮是。免啦，这是我家己后生啊，母出来出头啦。我吼在做老爸啊，得替伊解决啊。家家吼是即间厝互人拍卖啊。啊。大兄。要哪会用的？咱这间厝哪会用拍卖啦？就对嘛，这间厝要哪会使卖啦？志荣啊，我甲阿华两个有参详过，阮两个生囝子哦，甘愿摕出来甲伊斗相共。啊，佫再讲哦，人文辉嘛足好意的呢，人伊嘛要摕钱甲伊斗相共啊。大伯，啊，阮迄间孤儿院哦，嘛得要起好啊啦。啊，我甲志雄参详过，阮是想讲要甲孤儿院卖掉，换一寡现金来互你周转啊。哟。我无赞成你安尼做啦，受苦啦！啊，孤儿院哦，是妈教予你的，是妈的心愿的，你一定要去完成啦。啊，也毋过。好啦，我无赞成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啊对啦，啊孤儿院什么时阵开幕啊？应该是无偌久就当开幕啊。到时阵哦，我会去参加。大伯。敢讲你阁无要考虑一下？免考虑啊啦，咱就照妈的心愿去做啦。啊，若无，咱就对不起妈。志荣啊，啊你哪会这么固执？啊，唔肯接受别人的帮忙？啊不，我唔是挑工哦，去赚大家好意啦。这着应该着家己悟出来啊！哈，我这做老爸哦，着爱家负责到底啊！
你免操心嘛，我家己啊想办法解决的啦。大爷，啊，大家拢讲咱王氏企业底子真好呢，那是安尼，你就免烦恼遐尼多啊。大嫂，伊上烦恼就是你的身体啦，伊一直跟我交代讲，都爱带你去给医生看呢。是啊，大伯，你的身体爱顾啦。啊，那安尼，无即摆阿华伫楼骹，我来叫阿华来陪你，好无？啊不，唔免啦。啊，即几工，伊忝甲小三头吧？你把他带转去啦。伊毋是准备要嫁给林先生啊？到时阵哦，来帮贴个好啊，我恭喜伊啦。阿伯，我即马人想要休困一下啦，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无，互你休困啦吼，莫甲你吵，无咱落来啦。志良啊，家较保重尔。我在，好，多谢。今麦是要安怎啦？今麦是要安怎啦？你先卖艰苦啦，既然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咱即摆应该想办法弥补才对。是要安怎弥补啦？代志是我付出来，啊，今麦钱。规个叫用款款去啊！即摆社会上的人，哪会心肝这么歹啊？啊，这落代志都做会出来。燕杰，我听你讲这话，我就知你社会经验无够啦。人也毋是你的亲人，嘛毋是你厝内底的人，啊，因哪去考虑到你呢？真啦，是我对不起不起爸爸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啦。今麦安尼啦，我感觉今麦上重要的，先算出来，咱到底欠人偌济啊？欠的济啦，无法度算啦，买袂起啦。今麦哦，无听公司的叫买去，连咱大厝的叫法院查，我们都无一定啊。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应该啦，阿姐问你，这代志哦。是不是秋官叫你安尼做？秋官，伊是有叫我去转投资一挂事业啦。不过，假使讲我若无同意，这钱伊嘛转袂出去啊。二伯，敢无其他办法是？办法是有啦，不过真困难。敢就是阿个公司较处袂掉啊？不会用的，绝对袂用安尼做。啊，假使讲真正都爱安尼死，我都太对不起王家的祖先。我甲爸爸，我规日死死的好，我死死的好啦。林杰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林杰，你当当一个查甫囝，你讲这么无志气的话啊？林杰，我到底今仔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我的过失啊？要弥补的方法真简单啊，只要咱王家慢慢啊，搁重新开始。上重要是你啦，你也跟阮同心啊。我相信以我恁爸爸明坤甲嘉佑的头脑，咱王家一定当重新搁再站起。李姐，
你敢真是袂怪我？我怪你够老鹰啊！这是给你一个教训啊！啊，以后做代志啊，千万要较小心的。哎，玲玲，你好。啊，您最近无闲啦？是。现在公司发生这款代志，特别阁叫我紧甲高丽伊开幕，实在是让我足甘心的。我一定要紧想办法，将高丽伊完成，安尼才袂对不起大伯、大妈。袂用的，我的病绝对袂当让因知影。天公伯啊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让我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是我一世人唯一的心愿。你进，你进吧。该有什么呀？你是安怎？那规身骨干？啊，无代志啦，啊，我才当对工地转来，外口较热啦。李静嘛，你身体的照顾唔通伤忝啦。啊，是嘛，既然爸爸已经决定要安尼做啊，我靠小辉哦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啦。这我知影啦，对啦，加油！啊，你的身体嘛才当较好尔，啊，等我出后袂惊。李静，你免烦恼啦。我感觉家己出来行行，对身体较好，而且伊若无爽快所在，我嘛当来斗三工啊。是啊，李静，我今嘛有一个好宝，伫个我身躯边甲扶持啊。这翁仔某上个重要，就是爱互相扶持、互相尊重啦。李静看恁两个人安尼哦，我实在是足欢喜。啊，对啦，李静，咱这高丽医什么时阵开无？我是打算讲，伫这礼拜日先举行一个开幕典礼啦。虽然讲物件拢还袂齐全呢，也毋过吼，好些高丽哦，有一个所在通住是上较重要的啦。李静，我相信到时阵哦，咱全家伙拢会来，来遮哦，感受阿妈对遮高丽的温度的啦。家己讲拢无唔对，咱即马一旦完成阿妈的心愿啦。你两个实在是真捌代志。妈，云弟。阿妈。阿妈，哈，照你安尼讲，你是讲高云爸爸哈，当地那边叫伊甲客户出来转来，客户刚刚做无面子的哦。嗯，转来就转来啊，你稀罕哦。我是在念讲，伊为着加油啊，牺牲遐尼大，唔才叫阿花去阿顾呢。啊，照你讲来，阿花本来就爱倒转来，准备甲文辉结婚的代志啊。是讲志良哦，大伯人遐尼无风度着。哼。阿妈，你慢点想啦。苏阿姨安尼做吼，是因为志龙讲一句话啦，啊，伊哪有面子搁留落来？也毋过我是认为吼，叫苏阿姨当休困啦，为了要照顾志龙，规人拢散了啦，我真唔甘的。文辉啊，你安尼讲吼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阿妈，其实爸吼，这几天我拢睏无好，我看伊半暝啊，上一个客厅，其实爸足烦恼客户的。只是爸的个性吼，较袂讲出来。对啊，阿妈，其实我拢知吼，爸爸吼最爱客户。好啦，你两个歹料有袂讲啦。阿母，我甲你讲个意思，阿你有讲我志龙知影无？有啊，我有甲讲啊，爱都唔接受人的帮忙，哪有法度啊？阿母，不管你接受唔接受啦，咱甲这条钱吼，调志成甲志玲，阿唔就好啊。安尼好啊，我等下甲明君志玲参详看卖，看要安怎创。这二十几年来，志玲时时刻刻拢希望我等伊甲伊团圆，因为我所做一切，我是拢有感觉啦。啊，不过。志龙会惊我伤忝，既然叫阮老母把我带转来，这摆吼，我决定要叫文辉的代志，一定足伤心、足艰苦的。伊哦，
志良，不管我最后做甚款的决定，恁两个我一定会对不起这个人。啊，不过志良，我会用对不起你，不过我并对不起文辉啊。伊对我温情较大天，我并无报答伊的。志良，请你体会我的心情，也请你原谅我的决定。我是逼不得已的。妈。妈。啊，你哪会来啊？大姨啊，啊，你身体就还袂好，安那会使出来哈？我拄才带家己去做检查啦。哎呀，医生安怎讲哈？妈，你别烦恼啦。医生讲哦，我恢复了真好呢。哎呀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家佑即卖身体是无虾米问题啦。啊，不过拄才家佑咧做检查的时阵，我嘛顺便问阿爸的病情。伊即卖安怎？医生讲阿爸的情绪伤过激动啦，而且阿爸佫有吐血。伊是惊讲阿爸有其他毛病，伊有特别交代讲，爱阿爸去做其他的检查啦。是啦，我本来打电话转去吼，是希望妈妈带爸爸去病院检查啦。啊，找伊讲妈妈你转来遮，所以我较少回吼，再来遮找妈妈啦。妈，我是想要问你讲，你想怎要离开王家？是恁爸爸的意思啦，妈，爸爸哪有可能叫你离开啦？啊，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呐？啊对，就像之前我甲恁讲的啊，恁爸即马知影我要叫恁问的阿姐的代志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死哦，我都在想讲。阿爸是不可能叫妈妈离开的啊！那是安尼是，阿爸都无想要看到你啊。就是安尼，我们才无想要留遐，无更加痛苦。虽然我是有心要来照顾伊，啊，不过，小慧啊，恁爸阿囝的身体即马拢无好，一切都要靠你照顾了。妈，你放心啦，你交代的代志我拢会做好啦。只不过，我感觉阿爸是希望你照顾伊。我嘛就是要给照顾呀，不过伊就跟伊阿妈吵我倒转来。妈，我甲小慧照顾爸爸是无问题啦。我是有看到爸爸以后的事迹，阿爸食药啊，爸去病院检查，挂在路去哦。我是惊爸爸伊，这是袂用的哦。你一定要鼓励恁爸爸吼，啊叫伊着爱去看医生，着爱食药啊，鼓励伊才会用，知无？啊，妈妈着无法度当面上公平照顾伊，我对恁爸爸哦，真失礼啦。啊，这阮拢了解啦，你慢慢叫你阿组织啊，啊这件代志哦。跟你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啊，既然我甲小慧决定要转去王家，我来好好照顾爸爸。对了，妈，这是阮做囝儿应该做的。啊，对了，拄则阮有去高林医呢。高林医当然是开无，是该甲我讲哦，我会带这一人去闹热的。这算好是恁阿妈最后的心愿。妈，既然是阿妈的心愿。我咧想，迄天你会甲阿爸见面，你就好好劝伊嘛。迄天若当着吼，再搁讲啊。妈，我即摆想要甲中央厨房让出去啦，啊，将遮个钱来甲大兄斗相共。我是看我家己吼，唔敢做主，再想来问看阿妈妈你的意见啦。小慧，阿你看我咧。我是无啥意见啦，只不过中央厨房的代志，家有真用心。
若是放弃，我感觉真可惜。咱中央厨房即卖已经做出信用，真侪人想要加入。我想讲，中央厨房若是留予别人，看是毋是会减少王家的损失。安尼好啦，咱目前吼，先予英杰啊度过这个难关，再搁讲哦。啊！恁若是有啥物打算，恁就甲阮讲，恁通咧点点拢唔出声啦。是啊，志华，翁阿母哦，有打电话给我啦，伊讲大家拢想要甲伊斗三工呢，还佫有加油啦，伊要将中央厨房哦让予别人做，摕一寡钱转来甲厝内斗三工，所以哦，好啦，这代志哦。我知影要安怎处理啦。啊，中央厨房哦，是家瑜的心血，嘛是为是素华因的经济来源。我袂用的哦，可以安尼做的啦。志虎，明君，就安尼决定。志祥，你甲秀玉爱互孤儿如期开幕，这是妈的心愿，咱来完成。啊，高丽开幕吼，大兄会去啦。大兄，放心啦。这几天啊，我听秀儿咧讲啦，高丽伊吼，店面都完工啊。大兄，那呢，你打算要安怎度过这难关？这届啊，就算是给因家一个教训啦。咱王氏企业，也够有一间厝。是咱辛辛苦苦的经营下来，我洪志良袂放互倒，我一定想办法渡过这难关。所以，我想讲哦，把这间厝卖掉。大兄，啊，你若是把厝卖掉，那呢你？志良，啊，你甲明坤即摆已经和好啊。你应该哦去大因家哦，啊志祥啊，啊孤儿院若起好，你甲秀玉嘛用住遐哦。大爷，啊你咧，你要住倒啊？我一个人哦，正好生活，啊凊彩啊细一间厝，就当过日子啊。大爷，安尼唔好啦，你要家己细厝，我们哪会放心呢？好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会好好考虑啦。即嘛，我想要一个人哦，好啊，真济啦。听，啊，既然你就安尼讲啦，我安尼啦，我甲志玲先来等。志祥，啊，即几工哪无看到英杰啦？啊！伊是毋是毋敢回来啊？因家己咧懊恼伊做诶代志啦。啊，即几工哦，拢是小雪咧甲苦劝啦。我想哦，等伊想清楚，伊知伊家己做毋对，伊就会回来啦。好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哎，你着去孤儿院哦，甲秀儿斗三工啊。这间厝是伫我王志良手头所起起来，即卖为着应建，搁爱夹袂掉。我希望伊即届会当好好反省，脚踏实地，将王氏企业搁再建立起来。
我无法度去参加你甲林先生的婚礼，我只好伫遮祝福你。同计上车。都好听哦。呀好。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等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，我先过来哈。你收物件，收物件，拖啥物大块啊？你无感觉铁母自从对王家回来以后，规人心情拢无好诶？有啊，我有感觉。按我想吼，是铁母感觉互赶出最无面子诶，所以心情无好。起母哪有可能为着让赶回来心情无好咧？依我看吼，起母哪亲像对家云爸爸较有感情。哎，宝啊，你赶了我无同意哦。你不管安怎吼，你还徛伫我和爸爸这边诶，要替家云爸爸讲话啊。我当然嘛是徛伫爸爸这边啊，迄无是话是讲啊。啥物实话实讲？事实就是吼，爸爸要娶客母啊，这就是事实。好啦，芬，你要慢慢看，我的感觉是无唔对。好啦，虽然你安怎讲，非得吼，我就是要爸爸娶客母，我再买爸爸一个人，孤孤单单。去啊！哎，谢谢。来坐啊，来坐，伊免费啦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听完我拢发出去啊，钱呐、大数、文明遐，伊大家也拢收着啊。辛苦你啊，呢。哎，加油！你唔通伤忝，工作还袂好呢。袂啦。对啊，加油啊！你身体我袂完全好，安尼真麻烦你，真歹势啊！李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本来就是应该来运动啊。医生讲哦，我这治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对啊，好加油，顶当姐嘛好啊。而且这是阿妈的心愿，看到李姐甲李静这样无闲，我来当安尼斗三工嘛是应该啊。时间差不多啊。秀秀啊，你安怎？啊，无代志啦，突然间感觉胸腔杂杂尔啦。秀秀，坐来办公室休。啊，加油，小慧，真麻烦你啦。好，谢谢。不免啦，真是无代志，谢谢啦。小慧啊，嗯，你看哦，李姐对李静足好嘞。嗯。看了真新鲜哈，嗯，志贤，志贤，这外口无闲，你把我拖来办公室是要创啥啦？秀瑶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有代志在阮骂我？无啊，我哪有什么代志在阮骂你啊？你假骗，我最近常在注意你，你一来个手按在你的胸腔，感觉足痛苦的。你安尼花这担心，你知影无？你是咧担心啥啦？你捌着过肺炎，你敢袂记啊？小瑶，你经着肺炎的时阵，你唔肯甲我讲，你听甲我差点连命拢无啊！这个印象伤深啊，我会惊，我会烦恼呢。你是咧惊啥啦？惊我肺炎搁发作啊？是唔？唔是啦，我是讲你是唔最近伤无闲啊，还是？好啊啦，志祥，你莫想啊多，莫莫烦恼，我人真好，确实是无代志。我即马刚想要紧甲妈的心愿完成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秀玉啊，有啥物病痛啊，千万唔通拖啦。你甲我讲，我随时通带你叫医生看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对啦，啊明仔载就要开播，咱阁做些代志还无用啊。无用还无用啊！你身体蛮照顾啊！好啦好啦，对啦，啊，即马剩加油甲小慧伫咧礼堂，咱爱紧去甲斗三工啊！
行啦，行行。说话要嫁是林先生。